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让我们一同来敬拜耶稣，我爱你。耶稣，我爱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耶稣，我爱你。你医治我心，你滋润我灵，哦，耶稣，我爱你。欢唱，耶稣，我爱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耶稣，我爱你。耶稣，你是我最全心全意。
耶稣，我爱你。你医治我心，你滋润我灵。哦，耶稣，我爱你。最爱，我爱你，耶稣，你是我最爱，我爱你。耶稣，你是我最爱。主啊，你是我们的最爱。主啊，有如我们是你的最爱一样。主啊，你看我们如至宝。主啊，因此我们要说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我爱你。是的，耶稣，我们爱你。我们要用全心全意全力来爱你。主啊，我们深深的爱你。我们的受造是何等的奇妙。主啊，我们蒙救赎是何等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能够蒙你引导是何等的幸福。主，我们能够被你医治是何等的感恩。主啊，我们爱你。我们能够有永生的应许是何等的恩宠。主啊，有谁能够像你对我们不离不弃，全然倾倒你自己来拯救我们。主，你就把我们脱离所有一切的黑暗。主，你对我们是无微不至的爱。我们何等的珍惜。主啊，我们的心全然献上给你，不为自己保留，不为自己而活，用我们的一生全心全意来爱你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今天信息的主题是一路带领的神，单元七，与主的连结。圣经经文，路德记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七节。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，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结、利亚二人一样，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，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。耶和华使他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妇人们对拿俄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使你无至敬的亲属。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劳，因为是爱慕的那儿妇所生的。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。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，做他的养母。邻舍的妇人说，拿俄米得孩子了，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。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伯阿斯要在场的人都做见证，所以伯阿斯是合法得到了他对以利米勒家的财产。伯阿斯在提出整件事情的核心部分，就是
他自买了财产之后，也同时得到了路德为妻。所以在法律上的程序告了一个段落，波阿斯就娶路德为妻。路德和波阿斯的连结给了我们几方面的思考。第一，波阿斯他不怕娶了路德会对他的产业有碍，这是因为波阿斯爱路德，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，所以愿意为路德牺牲一切。我们的主耶稣他爱我们，甚至愿意牺牲自己，为了我们的缘故舍弃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这就是主的爱了。第二方面，马伦的名字因着波阿斯的救赎得以存留，那么这就说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名字因着主耶稣可以保存，不至于在生命册上被涂抹。第三，我们是主所买的人，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是属自己的人了，我们乃是属主的人。所以罗马书十四章八节说，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。所以我们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第四方面，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路德，借着能够和波阿斯结婚，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我们若要解决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，无论是今生或来生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和主耶稣结婚，我们要与主保持一个亲密的个人关系，那么这就解决了我们所有的问题了。信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信耶稣就是要与耶稣完完全全的连结在一起，这就叫做信耶稣。不是只有知识上的相信，不是只有那种淡淡上的关系，而是极其的亲密，是生命的连结，是永恒的连结在一起。因为路德与波阿斯联合的缘故，所以就怀孕生了一个孩子，这就是神恢复我们的目的。那么今天基督徒的生活，我们追求主的目的，就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，将生命能够延续下去，从没有儿子到有儿子。意思是我们要过一种新的生活，就是能够传递生命的生活。我们不只是自己做基督徒，我们还要能够生出基督徒。教会在地上的任务是什么呢？就是要生儿子，就是结果子。但我们凭着我们自己不能结果子，也生不出真正属灵的子孙，我们必须要常住在基督里，他也常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。路德记故事的结尾，中心的人物是拿俄米。城中的妇人都是因为孩子的出生而欢喜快乐，
当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时候，他们显然有些嘲讽，但是现在这些妇人向拿俄米真诚的道贺，并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妇女们向神献上感恩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神没有撇下拿俄米，使他无自尽的亲属。最后以路德能够生出孩子为高潮，神将此婴孩送给拿俄米作为那个自尽的亲属。拿俄米有了后，拿俄米有了继承人，孩子们为婴孩取名为俄贝德。俄贝德的意思就是仆人，他是为了要侍奉的，表示这个孩子将来他要服侍拿俄米。最后注明俄贝德是谁呢？俄贝德与大卫有关，这个孩子便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的祖父。路德记清楚显示出神是最高的权威，神照顾像拿俄米、路德、波阿斯这样的人物，对他们每一个人都有非常奇妙的指引，为他们预备道路。神从来没有忘记他救赎的目的。原来在历史中是神一直在做引导，极致时候到了，恩典就临到了我们。所以当我们想起这样的奇妙，我们心中怎能够不感谢不赞美？我是这样的卑微，神还纪念我。神纪念路德，神纪念拿俄米，神也纪念你，纪念我。神怎么引导路德和拿俄米，神也一路上会带领我们。只要我们肯顺服，只要我们肯渴慕，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，神就要一路带领我们。波阿斯及路德的婚姻导致后来大卫王的出生，而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是神所拣选用来成就他心意和国度的不二人选。所以我们会联想起马太福音开始时候的耶稣的家谱，显然神的手推动所有的历史，一代一代的过去，神在其中成就了他自己的旨意。我们虽然仅有一生，而这一生也是短短的数十年，也只能够看到一些很有限的事情，但是家谱却是一个很有力的工具，能够将神在历世历代中很完整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的神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？原来路德记、拿俄米、路德、波阿斯都是神赐给你和我的，都是要祝福我们的，都是要引导我们走上这条救恩的道路的，都是要引领我们来认识他的，都是要我们归向他。所以历史的过程绝非偶然事件的组合，全都有神的目的，而这个目的就是神要救你，神要救我。我们现在来祷告。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路德，借着和波阿斯结婚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所以我们若要解决我们人生一切的问题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信耶稣，
就是与主耶稣结婚。信耶稣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的信靠耶稣，与耶稣亲密的联合。你愿意信靠耶稣吗？你愿意与耶稣有亲密的联合吗？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，我们愿意与你来亲近，是第一次赐予我们的生命，庄严你的儿女们与你连接，主啊，做好主，好的无恙。主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给我们许多的恩宠。主啊，抓你们在我们前面的道路上面，你也有可以管束。主啊，我们就来谢谢。主啊，抓与主连接，真的是神力不费力，好的无比。主，我们要来感谢你、赞美你，愿你亲自来带领我们，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。谢谢你，也是我们赞美你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啊，我们赞叹你话语的奇妙。主啊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啊，你在世事黑暗的时候放下一颗珍珠，就是路德记。你透过路德记来向我们说话，来向我们触摸，向我们光照。主啊，你穿梭在整个历史的当中。主啊，你让我们深深的知道，透过路德记这三个人物，让我们学习生命的功课。主啊，当拿俄米从外邦转回归向西安的时候，主啊，再一次看见他苦尽甘来。主啊，他从苦变为甜，在他的晚年不再是孤单的，而且他能够享受天伦之乐。主啊，我们也透过路德，他舍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来投靠你、跟随你的时候，他却嫁一位良人财主波阿斯。他不仅得了儿子，而且还得了产业。主，我们也透过波阿斯，他能够连续这两位寡妇，并按照神的真理、神的律法来眷顾他的弟兄，娶他为妻，并且能够为他的弟兄买赎产业。他不仅取得了才德的路德为妻，也成为大卫王的先祖，更成为弥赛亚系统的家谱。主啊，我们透过拿俄米、波阿斯、路德的生命故事，看见你的全能全知，你的慈爱，你的信实，你的智慧。求你教导我们学会全然依靠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主啊，我们的心说要尊你为大，我们的灵要以你为乐。主啊，你是我们心所爱，你是我们的良人，我们愿意成为你的佳偶。你是我们的新郎，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心腹。主啊，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跟随你，唯独你，主啊，单单让你来吸引我们，让我们一生快跑来跟随你。主啊，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基督徒的生活追求主的目的，就是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将生命延续下去。从没有儿子到有儿子，我们要过一种生活，就是传递生命的生活。不只是自己做基督徒，我们还要生出基督徒。教会在地上的任务就是生儿子，多结果子。我们为着教会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生儿子、多结果子来祷告。愿上帝仰望你，主，真是愿意我们成为多结果子的人，我们成为多结果子的基督徒。主啊，主啊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将那属灵的产业生出来。主啊，求你亲自来赐福，你来帮助我们。谢谢主，我们赞美你。哈利路亚。主啊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成为生的儿子，成为那个多结果子的。谢谢你，翻转我们的生命，使用我们，仰望主的神。谢谢你。在我们的耶稣的名中，谢谢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能够蒙你的恩典。但主，你的旨意并非要我们以此为满足。主，你要帮助我们，是要靠着神的恩典
要再次的将生命继续的延续下去，是过着一个传递生命的生活。不单是我们自己做基督徒，我们还要生出基督徒，赐福你的教会遵行神所赐的大使命，要极力的传主的福音，使更多人来归主名下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你的教会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教会，让世上的灵魂都要回转归向神。求你帮助你的每一个儿女，赐福你的教会。孩子如此祷告，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阿们。主啊，再次的将你生养的恩典、多结果子的丰盛，赏赐给你的教会和每一个儿女。祷告奉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，我爱你，用我全心全意。耶稣，我爱你，你医治我心。你滋润我灵，哦，耶稣，我爱你，欢唱，耶稣，我爱你，用我全心全意，耶稣，我爱你，耶稣，你是我最爱。